今天这个天太适合装资料了，我买了两个超级大的灯，这个灯罩都顶我脸大了，也给建哥买了一个。我不玩，一会儿保你玩的最欢。啊，我的眼，亮瞎你的钛合金狗眼。你问你去装资料吗？是我怕黑。怕黑。建哥喊了两个小伙伴来壮胆儿。小萌，你领着糖糖回家玩是吧？我们也玩去。好嘞。这丫头怕热，她不想去。咱们走。走。给大家看我们的装备，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。今年装备升级了。走吧，出发了。哎呀，伞也得拿着。出发，接了棍儿我来了。我的天哪，你没看这些人都是出来抓资料棍儿的。哎呦。走走走，快去抢，快去抢，快去抢。哦，我都等不及了，要不都叫别人抢光了。你快点，人家带个头灯那么麻烦。哎，看这洞多不多，先抠洞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洞吓我一跳，里面是个蜘蛛。哎呀，你抓到了吗？没有。我的天哪，朋友们，你们看看人多不多，看看看看，我的天，哎，这整个树林里都是人，我估计啊比接了棍都多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，又是个蜘蛛。一个资料没抓住，又下雨了。跑这么老远，还不如建哥我俩的秘密基地里的资料多呢。就是看看来，拿啥子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终于抓住一个，捡起来来，捡起来。哎，这有一个，你看人家找的这一个，哎呀，咱就没看见。你没看中人气的直拍脑袋？不是我技术不行，是人太多了。对对对，朋友们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说你们就找不到他在哪儿。中主任过来，你能看见吗？哎，藏在草里，你说哎。两个了，又发现一个。啊，这个大，这个长得真肥。哎呀，又下雨了，这会儿下的还挺大，咱能少很多竞争对手。人都走了啊，发现一个，发现一个，看看。哎呀，过来吧你。哈哈，哎，这个草上还有一个，看见吗？在这呢。哎呀，真得啊。哎，这里见过来。拿。哟，那。天哪，这一会儿都出来了，又是一个。我感觉一下雨，这个资料都接到信号了，集体出动，快走快走走。啊，又是一个，走走走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个眼睛怎么练的呀？看看这摸资料的，下着这么大的雨还不回家，你看看这人，这灯，只要是灯就是一个人，看见了吗？又是一个。你抓了一个，你看我呢嘞。哪？这一个啊，这一个。我的天哪，这伸进去，伸进去，六个了。啊，你说这么大，在你后边，你又没看见它。哎呀，没有啊啊！那个烟我哪没有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见个四个眼也不行。你给我走开！我跟你讲，不是我看不见，我是一。老师，走老师，来来捡那个。我的天哪！这个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哇！我也发现一个，这个准备上树呢，过来吧你。来来来，种子呀，瓶子都快满了。来来，快点放进去。哎呀，哎，啊，你要抓到你就让我拍一下，我也过过瘾。你来得及吗？现在都晚上9点了，我们出来一个多小时，你们看抓了多少了？这是空的。这个，哎，最起码得有30-40了啊。有40多了吧？主要是抓资料的太多了。你们瞅瞅这些人啊，整个树林里都是灯。快，我肚皮上有个虫子。啥呀？这个。哎呦，气死我了。伟哥抓多少了？一桶了。哟，也不少。走了，换地方抓。我的天哪，这里人比接了棍多。明天不行，带着咱闺女来。一个。哟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也差不多了，虽然抓的不尽兴，但是明天再来好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。